Obviously something's not right. I can't find a job. Have you ever tried an internship? Tina, 是学生吧？我毕业了。学生的。文学。不错哦，机票亮下。人家是接线员。They do massages, body to body. 别让客人彼此碰到面，哎，绝对不可以。How did you get your magazine job so quickly? 我第一次坐飞机来英国的时候特兴奋，可是现在已经想回家了，好想家。客人就是神，不然谁给你们钱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有什么差别？在这儿不是都为了钱？不是我，没有拿你的钱。你给我出去！你想让我怎样都行。这是你说的，什么都可以做。